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Tira。哇，好像真的很久，我们有一个人自己上镜了嘞。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最近的这个行动管制的这个情况下呢，很多的男生哦，我都会听到我的朋友那些啊，就是讲他们就是没办法出去剪头发，然后他们的头发基本上全部人呢都已经变成杂草头啊。然后呢，就让我有个想法哦，这个想法等一下再跟你们讲。相信你们应该最近也是在家的话，就是追韩剧啊，看欧巴，然后最近的欧巴都很流行剪这个栗子头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了这个想法，我要帮我的老公变成欧巴。那如果要把我的老公变成欧巴呢，其实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计划好呢，怎样呢让他变成这个栗子头的王子。因为他最近呢，不要讲他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最近的睡觉的时间都已经就是变到晚了的，应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再起来，应该起来的时候我们再睡觉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其实还是在打坐他的 PS4，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打电打到一般睡在他的那个死椅子上面不会动，怕死人家把他 PS4 偷掉这样子。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看他在做什么先，然后应该最少都要等1-2个小时，等到他睡着我才可以做我的东西。所以如你们所见呢，他现在呢还在打住他的 PS4， 所以呢我会看时间，就是等他等一下真的是睡着过后呢我才下去做我的鬼计划。等一下见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好，各位，那其实我已经看了 CCTV 了，我看到就是他在睡觉了，我现在呢会先走下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在睡觉先。我已经呢准备好我的器材了，我要帮他变栗子头欧巴，所以我们先下去啦。Mission 1, start! A few moments later. Huh? 哇！哇！对，动我。没有啊。睡觉。是你动我，是哪个？没有啊，你们在这里睡觉。起来。哎呀！Surprise, mother. 这什么？变大了是吗？等一下，我就奇怪，这么有感觉，有东西动，都开，你是不是剪了头发？妈的！没有，你看，看什么？我帮你剪栗子头。你剪了多少？也剪不了。我鸡，妈的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谁讲你可以乱剪人家的头发？这句话在你口中说出，感觉有点。哎呦，
呀、啊、哦，你不要动我先，你不要动我。真的？你剪了多少？这些是你剪掉的。你看，它有一只头。我帮你剪，我没有学过那个剪头发，我也学过。哇，你这样一套一套，我怎么办哦？比，剪什么？不要拍我胡子都没有这样多天没有剃啊！不要拍！快点，我帮你拍。快点什么？我帮你剪，你看，我虽然没有学过剪头发，不过我是一个经验多年的。谁讲你乱剪我头发？经验多年的化妆师，我可以把你变成栗子头发。哎呦，比啊！真的比来，我帮你剪，快点。我不要。不要动我，什么栗子？怎么走开？走开！你看一点点不了，我帮你剪完哈。这里有我爸的头发。我们这里剪了最后一遍我爸头发。不要动我。我给你剪，但是你不要给我乱剪脚了 ，OK？ 我不要什么我爸头。可以，来，我帮你剪，快点。哦，你我爸，你学过剪头发的吗？有学过吗？剪不好，我就把你这一撮头发给它通通剪掉，听到没有？你先给我剪一点头发来。什么？头发好，头发剪。阴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头发你剪没了？不要！我帮你剪没了。不要！你坐下来。怎么剪一点点？你心痛？哎呦！你不是剪很想剪？我在给你剪过，快点。你要拿色宝叫我剪多一点。喂！人家睡觉你拿剪刀在人家面前，你我现在要控告你谋杀亲夫。你拿剪刀只有两个，还有一个是剪上面的毛，一个是剪下面的毛。快点！不要！快点！你没确定剪好没啊？发誓。我有一个专业的理发台，我给你镜子 ，OK？ 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OK 啦，你看我都还没有剪好。怎样 OK 哦？不要，来。你看我剪啊。啊，我好剪。没有，我不要剪栗子头，你弄平就给我去找朋友修 ，OK？OK，我弄平，我弄平。我弄平啊，你先啦。你爸是不是先剪的呗？走。李乐，什么？你要剪，你可以剪，但是你好好剪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好好剪。什么？不要，不要拿出剪刀到处挥舞。完全就没有杀气哦，各位平常觉得我的人很拽，看起来，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哎，这好吓可爱，我你觉得 ？B， 人家那个普世路剪了是一堆窝，你剪到我像八两斤，你妈的，你把我剪成八两斤了啊！我把你修一点，你发誓一点，比如我发誓，有一天把你杀掉了。Okay, 哎呦皮啊！这一样平平妹妹，这一样平平 OK， 我们剪另外一边。哇，整个人很可爱的，你看镜头。那卡哇伊是。OK， 我们薄一点，有点太厚了。然后过，不要再剪了，不要乱剪。人家细头发是谁修的？这样。OK， 我们剪另外一次。OK， 来。可以啦，很好看吗？你看。
我们一座椰子头。我把你偷包，比我那时候剪你头发，我没有把它剪成怪耶，我只是剪短，然后你把我头发剪成这样。可以吗？你看，我觉得 OK 啊，很可爱啊。哇！栗子头，哎，有嘞，我会剪的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头发。头发好像是湿这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都好像这样。弟弟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会下地狱哦，你弟啊。为什么？你这样子折磨你。哎呀 ，Q 啊，你看很可爱啊，哟 ，Q 哎。哇，这个头发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剪的。我觉得超可爱的。我觉得呢，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是想象很多人剪出来就会变一 day one， 就那个男主角。可是我觉得我剪出来真的很像八两金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 cute 哎。你妈的！可以来。可以什么过？可以啊，不用剪是吧？不用了、啊、不用、啊，我自己找朋友剪，不要剪，你越剪越死。过那么干净吗？进来进来，我要帮你拍一个全脸图。拜拜，希望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，拜拜。